在一个多世纪前，英国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啊，在其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中反复地描述过那种弥漫于伦敦上空灰暗沉重的雾霾。那在1952年12月5号，毒雾让伦敦成为最黑暗的一天。1952年底，由于逆温层笼罩，伦敦连日寂静无风，煤炭燃烧产生的粉尘、有毒气体和污染物在上空蓄积，引发大雾天气。整座城市弥漫着浓烈的臭鸡蛋气味，人们走在街头甚至低头都看不见自己的双脚。1952年12月5号，伦敦正在举办一场牛展览会，参展的牛首先对烟雾产生反应，350头牛中52头严重中毒，14头奄奄一息，一头当场死亡。不久，许多市民也感到呼吸困难、眼睛刺痛，发生哮喘、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病人明显增多。从12月5号到8号，伦敦市死亡人数达4000人。12月9号后，毒雾逐渐消散，但之后的两个月内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当时煤炭是支持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燃料，工厂大多建在室内，居民家庭又大量烧煤取暖，煤烟排放量急剧增加。1956年，英国出台首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案，划定烟尘控制区，规定城镇使用无烟燃料，推广电和天然气，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被迁至郊外。1968年法案新增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1974年颁布控制公害法，囊括从空气到土地和水域的保护条款，添加了控制噪音的条款。1975年伦敦的雾天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5天，1980年雾天降到了5天，雾都摘掉了雾霾的帽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铁腕之屋，如今在已经摘掉雾都头衔的伦敦，想看场雾也不容易了。平均每年只有不到3天的时间，才会有薄雾笼罩在泰晤士河畔。